中华生活美学馆透过馆校合作成立的青创艺廊，今年跟台湾艺术大学合作，邀请学校内底15位设施和博士，以当代水墨画为主题，展现水墨创作的多元性，邀请大家暑假会当来欣赏。题材台湾怀现代水墨创作，是台湾艺术大学硕士班和博士班的学生带来作品。这回展览的主题是以台湾历史背景，探讨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。新生代艺术工作者也拢真有想法。我运用画小枝梅花鹿，就是想起，哎呀，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回到以前？好，回到以前，再去看看，思考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今天我们走的路是不是？哦，可以来做一点修正，哦，可以来做一点探讨。我想讲，大自然伊的范围足大的，啊，阮人是一个足细足细生命，所以讲，阮爱珍惜生命这个物件。七月即届联展的台湾艺术大学教授表示，即届联展要予中部的民众无同款的感受，特别是对台湾当代水墨的多元面向，以及新生代创作者的用心。年轻人的创作其实在现在的时空当下呢，是一种勇于表达、勇于自我呈现的一种视觉的感受。这一次我们邀请了15位年轻的创作者，其中有3位是博士，12位是硕士。中华生活美学馆指出，青创艺廊是创新的实验性平台，目的是要让少年的艺术家发挥专长和创意，成为青年艺术家圆梦的所在。中华新闻张世良，中华采访报道。